当哦，咁当哦，花公主，你系咪好应该请位入房呢？驸马，你今日个驸马爷系点样得翻嚟？系人都知道，驸马梗系皇帝封噶啦。哦，若果唔系本公子周知父王啊，你想做驸马，怕几难啊？哇，咁快就想将驸马吸住喎？系啦，当然你个下马威俾你睇住啦。公主，我系男人大丈夫啊，七尺王床要我低声下气请你入去啊？你哋话请唔请啊？请啊！唔请啊？啊！唔请啊！一百个唔请，一千个唔请啊！哦，如此事来，你真系唔肯请潘公子入房啦？哦，我话过唔请啦。好嬲！咁樣扮一聲就入咗，佢又精喎。
嗰日入去高床亂枕，就剩翻我一個喺度挨凍。係啦，唱兩句歌仔，冚下去開門都好啩。喂，人一啊哥，真係冇收啊科，人哋話新婚甜蜜就情不理婆，但係我晚晚哭寒，真係難過啊哥。喂，你好揀唔揀？揀啱我呢個新郎。真係瞓著咗，人哋話夫妻牙攞咧就床頭打交床尾和，係嘛？呢只刁蠻公主咧，真係冇為扶啊！人哋講啊，一刻千金，一刻春宵啊，講錯咗，一刻春宵值千金，好啦，都係低聲下氣。任佢開門就好啦。公主，開門啊！邊個啊？驸馬道啊！感谢吉隆坡夜剧团，也感谢滨州统一交响乐团指挥。
Mr. Moses， 今天的音乐会名为相亲相爱，顾名思义，将各种清香与保存以及将其文化扬宣扬后方。滨州统一交响乐团恪尽所能，搜索台山歌，真是大海捞针呀，一首返家乡数尽了台山人在海外的艰辛，歌词感人落泪，